平常我们在水龙头上对接圆管啊，浇个菜园，洗个车什么的，它中间这个节点很难固定。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绳结看看效果。首先啊，将绳子围绕这个软管缠绕一周之后，这两根绳头交叉放置啊，然后其中一根绳头绕其一周，压住另一根绳头啊，从这个十字节点穿过。接下来我们收紧，这样就完成了啊。它在水压大的情况下也不会跑水漏水，做法非常的。